谢谢介绍。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欢迎珠海的领导们远道而来。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自动配送机器人。So my slides are going to be in mostly in English, but I'm going to talk in Chinese. 您们换一下，切一下 PPT。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讲一个关于我个人的一个小故事。那在2016年的时候，当我从那个就是我在麻省理工毕业以后呢，2016年我当时还在波士顿，当时很不幸的呢，就是受了伤，然后得在家里当时待了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呢，对我来讲是非常的不方便，甚至包括基本的饮食我都得需要靠外卖解决。但是这个那一个月的时间呢，我这个在外卖上花的那个钱呢，单单是外卖本身还不包括食物，本身就有将近500美金。那我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一个技术控，我是做机器人呢，有做了有10多年。当时我就在想，这么就是对于送外卖这件事情，在美国呢劳动力成本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机器人来去做这件事情呢？所以呢当时我就开始这个想这样一个项目，就是希望通过这个一些技术来真正的改变人类的一些生活方式，希望能够做到这个方便快捷，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情。所以当时就开始了我这个项目自动配送机器人。那在美国呢，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这个外卖非常的贵，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劳动力不足，严重短缺。同时呢就是人会生病，就是很多司机呢他可能他也没办法24小时工作。所以呢就是对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商户来讲，他们就迫切需要找到一种解决方案。那对于这个外卖也好，还有这个快递也好，整个全球的市场呢有4000亿美金。那其中将近30%左右的呢是花在这种短途的配送，也就是从餐馆或者超市或者是从配送中心送到用户家里这一段。而且这个需求呢是一直不断的在增长，但是呢这些司机的数量是不够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呢就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是可以用来缓解这个这些问题。那这个机器人呢它本身呢是主要是行走在人行道上或者自行车道上，它的速度呢大概是5到10公里每小时。它也可以处理一些当它遇到行人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避让，它同时呢也可以上下路沿，然后或者是爬坡之类的，就是可以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一些路况。这边这属于这个爬坡的一个这个爬路沿的一个演示。同时呢这个机器人呢它有这个电子锁，就是只有终端用户才可以打开。所以它就是本身呢就是属于一个行走的可移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售货机。那这个它就是可以解决多方面的问题，第一降低成本，第二弥补劳动力不足，第三呢是可以提供一个可靠的这样的一个快递的方案。我们的技术呢本质上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小型的无人车。这些核心的技术呢都是属于自动驾驶这一类的。主要呢我们是以摄像头为主，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以及结合多种传感器实现这个深度的融合，达到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目的。我们的商业模式呢是主要是把机器人作为一种服务，租赁服务，它的硬件成本呢在6个月以内就可以全部收回来。那每一台机器人呢它的整个的使用寿命中可以带来$40,000的左右的盈利。我们的机器人本身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像不单单包括这个外卖、副食品，
包裹的快递，还有这个移动售货机。我们也得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包括美国、日本和中国的不同客户的一些合作。像来自国内的话，就美团、阿里巴巴、京东、苏宁，这些都在跟我们进行深入的洽谈，或者是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然后在美国这边的话，也有像美国这边的美团，像就是那个 DoorDash、Postmates， 现在美国最大的这个外卖公司，还有 Instacart 也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副食品快递公司之一，以及沃尔玛、这个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等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在美国在加州这边已经实现了就数千单的这种实际的快递。那举一个例子呢，百事可乐它怎么用我们的产品呢？它是可以把这个机器人作为一个移动的售货机 roaming vending machine。像这个左边的这两张图的话，就是展示的我们机器人从外观和里面的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手机的这个 APP 呢，在苹果应用商店里面已经可以下载了。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就是当用户通过这个 APP 下单以后，离这个用户最近的机器人几分钟以内就会把这个东西给送回来。那这个它所产生的影响呢，它可以应用的场景呢是非常多的，不单单是在校园里面。百事可乐呢是先从校园开始，就是硅谷的这边的一个校园。它不单单是可以用在校园里面，也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像一些公园、游乐场，比如说像假设你在迪士尼排很长队的时候，你渴了或者饿了，你怎么办呢？你不能跳出队来去再去买这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叫一个机器人过来，然后呢，或者是在那个机场那边的时候，你不想错过你的航班，你也可以叫一个机器人过来，在高尔夫球场等等很多其他的应用场景，这个整个的话就是属于一个新零售的领域，而且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就是你不需要去到那个物品那边，你不需要去到超市，你不需要去到那个餐馆，你可以叫那个机器人过来把这个东西来送给你，非常的方便快捷。所以这个整个的是属于一个会给这个新零售领域带来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体验。那在这个领域呢，就是作为配送机器人呢，也有当然也有一些竞争对手，像比如说 Starship、 Marble、 Dispatch、 Kiwi 等等。我们跟他们相比呢，有多方面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呢，是我们的整个的成本是比他们要低很多。这个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采用的技术呢，主要是以摄像头为主，以计算机视觉加深度学习这些技术，所以我们不需要依赖于非常昂贵的多线激光雷达。你比如说像你在这个百度的无人车上，或者是 Google 的无人车上，你看到的那个旋转的那个多线激光雷达，那个动不动就要上万美金的，我们整个机器人也只有几千美金，所以这个量产成本是非常低的，这是第一个成本上非常低。第二个是我们的技术本身呢也非常领先。现在对于很多的这种无人车技术呢，它是需要依赖于这个高精的三维地图，就是提前要把这个整个城市的所有的街道要扫上很多遍，而且后期的这个高精的地图呢，你要不断的去更新维护，那个整个的成本非常高，而且需要的时间非常长。那我们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技术呢，不需要依赖于这个高精的三维地图，就是打一个比方，当我们这个去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这个城市提前走一遍，我们借助于这种二维的地图，再加上我们实时的识别，就可以实现这个厘米级的定位，以及这个可以精准识别出来超过20多种不同的障碍物，行人、车辆、红绿灯等等。当然了，这些优势呢，其实归根究底呢，都是因为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背景。像我在博士期间的研究呢，在麻省理工的研究课题呢，主要就是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还有机器人。然后我的联合创始人呢，是一个天才型的极客，他是跟我同学了有
也是我在麻省理工的同学，我们共事了已经有8年的时间。那他是从6岁就开始编程，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呢，有自己做了一个搜索引擎，当时 Google 还是一个小公司，他在家里弄了4台电脑，自己写了一个搜索引擎，而且他在麻省理工读本科和博士期间呢，也是做了很多非常有创新性的一些项目，他整个房间就是一个他的一个实验室，所以他对人工智能和技术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当然了，这个如果你看到他的时候，有可能他会跟你说中文，甚至可以跟你写中文，但是呢，他的确不是中国人，他其实是来自印度的，所以他的中文整个都是自己学的，所以这个呢，当然就是我和我的联合创始人呢，这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中国的这个视角，就是我们到中国发展或者是生产或者是拓展市场的话，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然后另外我们的其他的团队成员呢，有这个我们的商务拓展的负责人那个 Samuel， 他是原来在苹果做的高管，然后也自己创办过2家公司，有18年的这个商务拓展经历。然后我们的机械工程师呢，是原来来自于这个波士顿动力，大家可能看到过，就是有时候朋友圈里就会有那个一个大狗机器人，你怎么踹它都倒不了，或者是可以后空翻的那个机器人，那个机器人呢就是来自于波士顿动力，然后我们机械工程师来自于波士顿动力，他而且也是全球的轮式机器人大赛的3届冠军，那个叫 BattleBots， 包括今年的这一届，可能有些人看过那个，对。然后那个来自于我们还有其他团队成员来自于斯坦福、耶鲁、南加州大学等等等等。这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国的背景，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优势。那我们之前呢，是从融资方面呢，是一共融过500多万美金。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呢，当时有入选了这个全球著名的一个加速器，叫 Y Combinator YC。YC 呢，它曾经孵化出来一些多家百亿美金估值的公司，包括 Airbnb、Dropbox 等等。那我们很有幸的成为他们的这个孵化的其中一个公司。然后同时我们还有投资人，还有来自于那个还有李开复老师的那个创新工厂，以及像 Facebook 前 CTO 那个 Adam D'Angelo， 以及地平线机器人这些等等，都是我们的投资人。以及像在硅谷有一个顶级的无人车公司的叫 Driver AI， 他们的副总裁也是我们的投资人之一。那我们这一轮呢是准备融800到1000万美金，这个是主要是用于拓展这个生产和这个市场，然后以及招更多的人，实现这个真正的全球化的一个应用。那就是麦肯锡呢，预测在未来的10年以内呢，大概80%的物品呢，都会有某种自动化的设备来运送，包括像我们这种短途配送机器人。那我们很有幸的呢，是站在了这个浪潮之巅，能够引领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这个能够跟大家这个携手共进，能够共同的去通过技术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使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快捷。谢谢大家。谢谢李瑞，谢谢李瑞。